大大怎么能怕？哇，你下来，你来，师傅你来。我是小小，我怕我师傅您来。看一下哦，有怪哦，我看到了。哪里？嗯，那里，僵尸。前面，看到我了。哎，哎呦，哎呦，很帅，很勇敢，很帅。我们两个就在上面这样子。是不是还要等你们下？很帅。圆圆帮我盖补下来，等一下我帮你们补好了。因为我没有那个稿子。好了。圆圆。那里好多僵尸哦，还有一只僵尸，旁边就是绅士好吗？那里有铁，哪里啦？你们同时看两边，说那边有僵尸。哎、欸，偷工！哇！哎呀，你为什么？我帮你补路，你却这样子。还有，来不及呢。哎、欸，为什么是射到我啊？哎、欸，不是我害的哦。为什么？你们在干嘛？那箭是不是会穿透啊？好痛啊！哎，不对，我才扣了一点点而已。这里感觉好大哦。哦，我下来探到底了。那我反正我在这边盖那个哦，建六十九层哎。你要盖家哦。对啊。好啊。建筑啊家哦。血局。下一次安家内容，请在留言留言哦。我们下次就看到泱泱盖出怎样的建筑哦。哎，那是谁啊？哦，那是繁星，不好意思。繁星看起来好像奇怪的地方。什么叫奇怪的地方？我有插火把。不是，因为我前面就是以堵石墙。你才奇怪，你这吃香菜的。你这样歧视吃香菜是不是？没有歧视吃香菜，我歧视你。哇靠！我此生最讨厌的人，最讨厌的就是歧视别人的人和被歧视的人。哦，我讲错话，对不起。对不起，公丢喂，在讲错话嘛？我封你为种族歧视啊！是了，我七个田哦，讲错话了啦！我要去死了。看，就是有这人喜欢。我去死！哎，我去死！东西嘛！我死要带着你一起下去。哎，下面有明条，哪里？那里？上面还下面？下面，哦，有诶，绿队，绿队是哪一队啊？闪闪法师，没有新人呐、啊，不好玩。新人总还没死啊？对啊，新人也活太久了吧？哎，这些传统为什么你们是对我比较快啊？为什么我那些传统那么快啊？我怎么知道啊？你虽小被我遇到啊，被我们遇到。我那些超快耶，走开啦！我不知道五分钟就死掉了那一届。我们先要去吗？你想去吗？要吧，我觉得先，我觉得先，你们都有，我好想要，哎呦，他们一起发光哎、欸，在下面吗？有哎、欸，是哎、欸，可恶，他们一起耶、欸，他们说好一起、欸，痒哦，看到发光更手痒了，对不对？对啊，好像挖上来吧，感觉他们就是要挖上来，看一下这边坐标。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哦，这一层不会有金。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感谢是继续等他们吗？要四十层以下才会有金。为什么我什么都没看到？你们到底看到什么？看到人啊？你怎么看不到我看不到的东西？没有啊，真的完全没有啊。有啊，哪里？现在蹲啊。他们蹲下了。又起来啦，起来啦。对啊。你要找到一个 WiFi 搜寻得到的位置。你看这边就有人，你下来，有没有看到？没有啊，有啊，蚂蚁在走。有啊，没有啊，哪里啊？有啦，那个方向，对对，斜斜的那个方向，就那边。啊、你找一下 WiFi 啦。啊，我知道为什么了啦。台子包哦。显示距离不够啦。哦。垃圾哦。WiFi 搜寻距离不够啦。他们是不是看得到我们啦？为什么看得到？哪里啊？我还是没看到。刚刚泱泱站着很久的，所以他们不要跑远了。看错，不可能啊！才看到蚂蚁而已。还是我还是他们跑远嘞、欸。好了，跑掉都你啦。都是。哎、欸。干嘛？干嘛？哎，先生，危险哦！你那个东西有点危险哦，收起来哦。哎、欸，这个洞有没有接到他们那里啊？你可以走下去看看。我觉得没有哎、欸，可是这里很大哎、欸。你下去，我刚刚就走下来被窟窿射到，那边没有，那边死路。
那边我刚走过，不然再往下，可是那个有点感觉有点危险。他们在那里，这里好像有大洞。东西拿了吗？东西拿了吗？我没拿。哎，获得经验值哎，是谁啊？女人吧？你有拿吗？我没有，我没有拿。哎，那这附近有人吧？哎，怎样？我带走了箱子里面很多垃圾，我不拿。那我把这繁星擦的吗？右边都我擦的啊。OK。旁边峡谷、欸、有怪过来了，哪里？右边啊！哎、欸、哎、欸，你们两个是走不同路是不是？我们在一起，我们走在一起，在一起。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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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有什么有什么？好可怕哎、欸！有岩浆峡谷哎、欸！岩浆峡谷这么刺激？对呀、啊。好像什么难度很高的？哎、欸，我终于看到 ID 嘞、欸！有看到啊？哎呦哎、欸，真的、欸、在这边哎、欸、又不见了。哎、欸，又有了！哎、欸，要对着角度。跟你讲说是 WiFi 啊，所以我们距离大概就是在刚好可以看到的边界吧。而且这个距离你们怎么知道是绿队啊？你们太神了吧！看得到啊，你看得到，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我可能去检查一下视力了。哎哎，繁星怎么不见了？哦，你往上走了。你很在意我在哪里吗？哎、欸，我这样子我才多一个挡箭牌啊。哦，原来如此。玩来如气，哎、欸，是不是？哎、欸，他走掉，他要生气了啦！谁啦？我在看那一对啦！赶快去看人家，你怎么偷窥狂？那你干嘛一直在意我嘛？你偷窥狂！你在干嘛？我就是要那个跟踪狂，我不叫偷窥好吗？我知道我不能恋战啊，我就是只能偷偷摸过去啊。可是这太高了，挖下去一定发光啊！太远了吧？很想挖，可是有发光限制。太远啦、啊。重点是太远了，你要往下，这峡谷是不好走啊，走下去感觉很烫哎。对啊，还是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还是你可以倒水下去了。坐船，哎、欸，坐船太危险，可能会有怪。依照传统，我们不能对巧克力以外的队伍下手。这是传统吗、哦？没有啊，今天有新人，所以是特例吧。可是巧克力那队也有新人啊，啊，不然就对啊，那你提前先 pass 绿，可是绿队血量很少，他们啊，我们互咬的话，他们只是会变更少，然后我们灭掉而已啊，然后巧克力他们又扑过去 啊，有没有？对哦，那我们就先放着不管好了，先放着不管了。我知道铁骨不用啊，我上次用实践打赢墩墩哎，你后面可能会有怪哦，小心。没关系，十六算啊。我想想。不然我们就今天哎呦有怪哎、欸！我刚刚就说了，啊、他过不来，爸爸。不然就是我们两队就不要理对方，各自发展。可以啊。可以啊，我们要去最下面的地方吗？可以啊。超黑耶！你要往哪边走？他说峡谷的边。峡谷的吗？要玩这么刺激的吗？这里是最底的吗？对啊，这边是灯三二，那这一区就有闯进啦，就只能从这边啦。可是这也危险呢、欸。来用我的透视偷看，我什么？不透视啊，对不起。哦，黄钻石。哎、欸，哦哈，哎、欸、先，什么？对啦，它就贴在岩浆旁边。刚刚说透视，你这样我们汤哦。讲出是放大镜啊。放大剪哦，你说那个、哦，你说岩浆峡谷哦？对啊，你看在对面而已，看不到，让个位啊！你那边也看得到啊，小姐。看不到，我跟你讲，哦，也是啊，对不起，我道歉，我道歉，你到底现在是想怎样？他要打人了，我没有要打人，我喝岩浆。有僵尸声？啊，不重要啦，你看你跟我吵架吵那么大声，他们在抗议了啦。你觉得我们太吵了是不是、欸、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僵尸大大对不起太吵了拍谁拍谁吵到人家了哎哎圆怎么不见我在努力的挖煤炭有我看到你掉下来的血血血血是我吃相不太好血血他们有看到我说到底觉得有哎、欸、但大家是不是 都先保持中立啊哎、欸，你们看那个巧克力那队的那个新人的血量，怎样？怎么了？哎呦，剩两颗星，两颗星哎、欸，
哦，我看错了，我看到另外一堆的血量满星，超满，拜托。我是觉得红队很危险啊，跟我也觉得红队那队的危险程度是差不多的。嗯，对。现在都有新人的加持，是不是啊？我知道为什么上次你会这样子，因为上次新人只有你一个。啊，你就被集中针对就对了。对，那就是。可是我是觉得，只是新人的实力差距问题。那我们要下去挖那钻石吗？你敢下去吗？我是敢啦，死掉就算了而已啦。哎呦，这句话怎么有点刺刺的？哎，你真的很逼我喝岩浆哦。逼你喝盐，你喝给我。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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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的哦，哎呦，哎呦，你水桶，你水桶拿快一点哦，我准备了。好。哎、欸，我的船是哎、欸、有 ID 吗？哪里哪里？就是对面。对面。刚突然斗嘴斗一下，看到有一个蚂蚁，哎、欸，好像有哦。哪里我没看到、啊？哎、欸，好像又没有。那个僵尸是往我这边走，却不是往下面走。哎、欸，云云。哪里啊？没事没事，那就当作我眼皮啊吧，或是我的飞蚊症犯了。飞蚊症是怎样？飞蚊症？你们没有吗？电脑盯太久。不是不是，眼睛疲劳。哎、欸，好远哦。很远啊，它离我们超远。不是不是，更远了。再说中心点是在这里呀、啊。他们是没有再过来。哎、欸、哎，远镇下去了。度。我对那钻石很有兴趣。我也很有兴趣。我也有兴趣。女生都这样。哎、欸、哎，你说对钻石很有兴趣？哎、欸，这里，没事没事，我有怎么放？我不是我，不是我，我怕怕，怕屁。哦，来，你走前面。我现在是在前面，等等你想干嘛？我没想干嘛，我喜欢在后面，好吗？你在我后面，我有点怕。不用怕啦。怕。只是你会突然听到蹦一声，我死在你后面而已。哇！我在你后面帮你挡屎。挡什么？挡屎吗？见屎的屎，见屎的屎。你要挡哪个屎？你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开车啊，这位小姐？哦，我很乖，我很纯洁。那你有系好安全带吗？我要发车咯。不用不用系安全带啊，这还用系安全带？要，你不要跟钱过不去。哇？不系安全带会罚钱呢、欸。前面有蜘蛛骑士、欸。吓死我了。蜘蛛骑士这种东西都出现了，有啊，对呀、啊，没看过，以为奇袭没看过，我没有看过，我真的没看过，还是现实没看过，现实看过才可怕好吗，先生？哦，我们不会啊，上面有枯宫，非常危险啊，把盾举着，我没看到，你看得到？对啊，我也没看到，洞洞那边，他在那个洞洞那边，他走掉了，你这个眼力也太好了，不是，我有开碰撞，为什么看不到？因为他走掉啦、啊，哦。他刚刚视线，我是看到他蓝色的视线，所以他的摆手，你很有想法吗？都不会觉得那个吗？这时候你不行不行，我不能乱撩妹子，等下兔子生气。我想要吗？我挖来送给你好不好？这种有没有这种干话？结果一讲完，发现没有人被你撩，有没有？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圆圆会心动一下下，然后就没有了。他只会对我心，我好像不会、欸。好、哦，那我下去挖咯，不要逼我，我跳岩浆里面了。小心嘛，小心嘛！不要不要不要！你怎么叫我小心啊？我们没有很熟啊。叫我繁星就好，不要叫我小心。先生，你是不是有点太自恋咯？小姐，你是不是有点太超过咯？你不要忘记，你们现在踩的是桥哦，我可以挖掉哦。哦，前方苦力怕，扶起来。你真的想玩吗？我有看呐、啊，我有看下面、啊，上来啦！我怎么上来？等一下、啊，我看一下下面。好啦，你不要掉下去耶，可以吗？啊，你要上来了没？我在补路啦。你在哪里？我在下面。下面？就只有你们可以在下面，我不能在下面吗？啊，对，你们都喜欢在上面嘛，来啊！到底攻杀毁？你们要来了啦！我要来啦，这里，嗨！哎、欸，白痴，我等一下，我们刚刚是铁还在烧啊？你是不是还在烧、啊？我挖起来，我有挖起来。你有挖起来？你应该有，对对对，有。我的脑袋还在烧。哎、欸，我到了。圆、欸，你往哪？我看到了。哎、欸，你也太快了吧！哎、欸，这么快。你再说一次，这叫效率。我车发得快，不代表我快。没有，简单来讲就是快嘛，对不对？
哎呦，快就是快，不用解释，这里非常危险。哇，死了，我受不了了。哎、欸，只有一个哎、欸。这个我们那么辛苦，只有一个啊？对啊，辛苦下来还是我们把这个探完。这个峡谷不可能，这个峡谷有点危险，太大还是因为危险？有几次雷神都是因为探峡谷死掉的。哦，真的假的？对，巧克力跟法师雷神双雷神那一届就是这样子。那还是我们先回去。